首先来讲，一夕之间啊，这个多了很多的确诊。那这些店也是我们苗栗啊，这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高科技的这个电子的封装设备厂。那不光从中国到地方啊，都关心。之前他们呢、在利用三天的时间啊，全场7000多个人已经做过筛检。那下一个礼拜他们还要做第二次的一个再次的筛检哈、希望他们的员工都能够很健康，继续的把自己的工作做好。而我们地方上啊，要感谢今天专程的来，谢谢慈溪，还有那个简副院长带的三组人马，还有我们苗栗啊，我们的这个监师啊，他的诊所啊，放下来也是专程的过来，前前后后总共有6组的这个医护人员来做这个筛检，希望这个乡亲啊，如果多多利用，利用最短的时间来做快筛，如果有问题，我们马上去做PCR的这个一个检测。我想我们苗栗啊，不光这个企业的企业主要好好的照顾员工，我们行政单位对于各行各业还有社区的健康啊，我们也会实际的来关注。那除了这个之外啊，我们也会要求苗栗县18乡镇市啊，都能够来提供场所啊，还有我们也要求县内的一些退休或现职的这个医师医护人员啊，来共襄盛举。